相信我们的祖国和香港一定会越来越好，相信大文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别害怕，既然是你把我带来香港，证明了我们的缘分。走，我们去集齐龙珠吧。七八八，三五七，集两位新人儿，也感谢你。请大家到台，努力。来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。我们可以留念，欢迎。我也在。